姐，你醒了？啊，醒了。哎，姐，你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你咋摇头给你捶捶啊？不用不用，姐，昨天坐小板凳坐一宿，太累了，姐。辛苦你了呗。嗯，没事，姐，那个我照顾了一晚上。嗯，没事。给你做点早餐。生病？啊？给你做点早餐。姐，生病还做早餐呢？我好了，经过你的照顾，然后现在已经全好了。啊，好好，行了，那那吃一口吧。行，走，吃吃吧。你没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主持人一风格变了。你喜欢吗？还行，挺喜欢。啊，那吃饭吧，姐。挺喜欢的。嗯，对，有牙刷吗，姐？我没刷牙呢。牙刷有。啊？在哪儿呢？我的。啊，那你的我就别用了，姐，不好。没事，我不介意。哈哈，没事姐，那我回家再刷吧。嗯，吃饭吃饭去。在吃饭吗？嗯嗯。哎呀，这是。爱心小米粥。啊。他咋了又？日常习惯。不行不行，喂他一口子。大哥过来来，我抱他来，咱们仨一起吃饭。啊，行。有点像一家三口啊。那我先吃了，姐。嗯。好吃吗？嗯，还行。这肯定是好吃的，我用心做的。嗯。多吃点。嗯。我给你发一个吃。咸鸡蛋，我自己腌的。姐，我昨天睡觉没打呼噜吧？没有啊，绝对没有啊，没磨牙吧？也没有啊，好，咋了？怕我嫌弃你啊？没有，真没打啊？好，我喂你啊？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那要不然我用一种方式喂你吧？啊、什么？不是，姐别啊别。对，挺紧张的。我自己挖吧，自己挖。太咸了，我自己挖吧，姐。嗯。吃饭呀。啊，吃，我挖完这个。嗯。一个手挖不得劲儿吧？嗯，还行，姐，没事。嗯。你尝尝我做鸡蛋糕，你也想吃啊？你看它。嗯。你也想吃啊？一会儿喂你。我先喂完它的啊。喂它。给，我先喂你。啊。张嘴。啊，那。好吃吗？嗯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嗯，你吃吗？他不吃，给你吃。别了，姐。你给我拿个纸呗。哎，好。你别扒了。嗯。我给你扒得了，可犟了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，。你给我吧。别，这我自己来就行，姐，自己来。给我吧。我那个。那个啥，那个吃饭呀？哎呀。黄掉了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啊，好，嗯，我没下药，你放心吃。嗯，好嘞，姐。我不给你下药，你放心吧。之前下过。啊？逗你的，下什么药呀？没毒。好好吃饭啊，大郎。嗯。好吃吗，大郎？嗯，好吃，好吃。真是啥，我错了，我还想你再吃两口，你再吃两口的。你过来，我吃饱了，姐。你吃饱了才有力气上班工作呀。哎呀妈呀，再吃两口。我不吃了，姐。我得回家，我还得洗漱一下，我公司离得远，我得走现在，姐。好。嗯，我还收拾收拾，我去取东西。那我走了，姐。嗯，拜拜，姐。你等一下，哎，你把这拿着。啊，啥呀？我午饭我给你做好了。啊？午饭我做好了，早上4点起来给你做饭了。天晴了呢。别吃外卖，你要愿意的话，以后我天天给你做。啊，别，不用谢，谢谢，这我就拿着。那个，那我晚上刷好了给你还回来。可以呀，那太好了。行了，那我走了，姐。嗯。嗯。拜拜。
拜拜拜拜姐，你别送了，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